你懂穿搭的可以拍这个裸色，因为裸色它多少会挑衣服穿。如果你是那种就是不会穿搭的，或者说你想这种简约一点的，可以拍这个黑色。真的很多宝宝他觉得这个鞋子就是这个花会不会很显老气，是不是姐妹？他玩真的不会显老气。你二十多岁穿时尚又洋气，五十多岁穿女人味十足，大牌感十足，姐妹，这一款鞋子168买到，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。整个帮面是软的那种，它是越穿越软的这个感觉，包括我们的后跟这个位置哈，有加0.5公分这个乳胶的，上脚非常 Q 弹，非常软那种，它是那种柔和又贴肤的这种脚感哈。你们168买到是一个1000多块。那种鞋子的舒适感哈，而且我们家鞋子宝宝你不用去担心就是售后问题，我们是有送运费险的哈，有送运费险，还有一个90天质保送给你们的，90天之内断底断跟的安排以旧换新哈。有没有结婚穿的鞋子？哇，两个宝宝都在问结婚穿的，是要搭配婚纱还是秀禾服？宝宝，你们要搭配婚纱还是秀禾服的？来，宝贝，一号链接，我们家这一款鞋子我就过了哈，真的，这个是一个大牌感的，这个高级感满满，买低价同款那个鞋子来做的哈，对。后面那个酒红色可以看一看吗？这个酒红色是不是这一款粗跟？是不是五号啊？五号链接要搭配婚纱穿的是吧？好的，宝贝哈。5号链接和6号链接都是红色的，来先来看一看宝宝我们的红色的哈，马上给你们过，姐妹搭配婚纱穿的哈。然后这个鞋子，就是我们的，5号链接。就是我们的6号链接哈，6号链接真的非常软，非常软那种，后跟也是软那种哈。然后的话呢，它是一个长方形一个粗跟，它既有粗跟那种稳定性，又有细跟那种线条感，它是长方形的。如果是那种大粗跟的，穿起来真的一点都不好看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这一款做是这种长方形。